来玩这款游戏《刀片忍者》，令甲开打了啊！等等，哎呦，我喜欢他这个音效，音效可以啊。哎呦！我甚至不用动，我就赢啦！噔噔噔，再来富士山，好，哎呦，横向吓到我了，我以为这直向欸，喂，哇，我吃到了更强大的刀刃，其实挺好玩的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很有创意，好玩，好像之前玩过相似的游戏耶，但这一款成熟度是很高的。还有那一刀欸，从尾部攻击百足，非常不错，游玩体验直接85分给你。这个妹子好像不错啊，哇，强势开局。这游戏确实能实现单只手就能玩了，没有说谎哦，单只手其实就能玩了。好吧，我先要。兵器都五花八门嘞，什么兵器都有嘞，这是什么？史诗武器？哦，飞镖。哦，好强哦！强化，强化，金色的耶。我接下来抽一次要200颗石头，有点贵。樱花之刃。啊，这个是武器云的钻石武器啊，可恶！哎，等于是角色不同，他的兵器也不同哎。
来看一下主要页面吧，有线上奖励，还有七日挑战，给一些石头啦，其实，然后，哦，这是要玩七天了，邮件没东西，很可惜啊，有孙悟空诶，悟空的，然后这是明天送的。升级，天赋，其实游玩体验算是相当好的，我觉得比射击游戏好玩多了。宝箱还有花钱的地方啊，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